此同时具足相应之玄门，华严经上有，这个经上也有。啊，在哪里呢？如经中至心精进品，法藏比丘，于彼二十一俱值佛土，功德庄严之事，明了通达，如意佛刹，所摄国土超过于彼。这是经文。法藏比丘是阿弥陀佛没有成佛以前出家的名号，啊，他发了大菩提心，所以人生最可贵的是发心，啊，智慧能力差一点没关系，都不在乎，最重要的就是发心，你存的是个什么心？你存的心善，那经上讲纯净纯善，啊，智慧能力没有，烦恼习气一大堆，啊，可是这个人心地纯净纯善，自自然然就跟诸佛菩萨相应，相应就自然得到诸佛菩萨加持。你有没有困难？有，但是所有困难到时候通通都顺利通关了，那什么原因？佛力加持的。啊，就像佛在大乘经上常说的，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中曾经供养过诸佛如来，啊，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了，虽然造业很重，诸佛如来冥冥当中加持他，他不会退失菩提心，他不会改变方向，他这一生呢依然圆满成就。